昨天端午节，朋友们要给我，要跟我一块儿，共同过一个美好的节日，但是这个，就好像是一场梦，我被抓到了新京，不是，我被抓到了东华门派出所，因为当时呢，地上下雨，我爱人呢就把我背到了地下通道，那朋友们也都下来，下到了这个地下通道。然后大家呢和我一起握手寒暄，然后我们进行拍照。这时候呢，来了很多警察，他们呢那个，就强行呢就要把我往上抬，而且一边抬一边说呢是口头传唤。我说他们出，要求让他们出示法律手续，他们不出。然后呢，他们给我抬到这个地面上之后呢，就飞快地把我推往到这个派出所。派出所呢，他们就把我们关押在他们派出所的一个审讯室里边儿。然后他们给我们做了一个材料，说呢，我们到这个应急避难所呢是重大天灾才能到这里边去避难，我属于是人祸造成的，就不能到那里去。警察说，你那个要想没地儿住，要想在这儿住的话，就必须得向有关部门写申请，他们批准之后才能在这里边居住。当时呢，我就问他，我说那个我们在这儿住犯法吗？他说违法。我说违的是哪条法？他说不出来是哪条法。后来呢，他就说是民法通则有规定。我说民法通则是哪条规定？他也说不出来。我说那既然你说的是民法通则，那是民事，跟你治安警察是没有任何关系的。你们为什么抓捕我们？他们就是一点儿都不讲理的说。不能在这儿游行集会，我说我们也没有游行，也没有集会。他们说，有你们在这里边开晚会，问我你知道吗？我说我不清楚。什么叫在这儿开晚会就叫集会？最后呢，他们给我们这个做完这个没有什么意义的这个材料之后呢，我还是跟他们要这个，传唤这个法律口讯，手续啊，那个他们这个派出所的警察就说呢，口头传唤是不出手续的，也不知道他所说的那是哪家子警察法。那最后呢，我当这个就是大概1点多了嘛。我们还是被西城公安分局，押到了这边的西城厂桥派出所的附近，这边那叫西石库大街19号，宾馆叫这个旅馆叫玉新宫，玉新宫啊，那个，这个今天这个屋子嘛还算吧，还算好一点，但是呢，我们只待了几个小时。今天呢，上午警察11点的时候呢，警察就来了，轰我们，还要让还要这个给我们送到这个，对，还想要给我们送到东城，因为外边下着雨嘛，我们不跟他们走。然后他们又问我们，你们想去哪儿？我们说我们想去中南海去见领导。他说他们办不到。既然你办不到，那你为什么要这么说？然后呢，我说那你们可以给我们送到联合国避难所。他说可以，我给你放在那门口，我向上级一报告就行了。就说你们俩到这儿来了。我说不能说我们俩，是我们俩到这儿来的，是你给我们送来的。你既然要送我们到那边去，你就应该给我们出这个法律文书。没有法律文书，我们就是哪儿也不跟你去。现在嘛，西城区政府的这个官员嘛，还是那么冷漠，没有一个人能够发善心站出来为我们解决这事儿。
我爱人呢也先后两次到西城区政府反映这个情况，然后呢要求让他们给解决，啊，不但没有人管，还把他从区政府信访处给他轰出来了。那现在呢，警察的便衣呢就在我们这门外边呢看着我们，从昨天晚上到现在呢也不给我们饭吃，就这么饿着我。